下午我们就快要离开这里了。等我成为封号斗罗，找到万年九品身亡后，把你带回这里，你就能活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将会失去什么？你要归还萧无界的魂骨，并把封号斗罗的九个魂环全部赋予他，这相当于是把你自己的武魂转移到他身上，多年修为毁于一旦。武魂又如何？修为又如何？小五，没有你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20年内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三离开了，他真的能做到吗？他们之间的感情我无法理解，但我相信唐三一定能救活小无界。希望如此吧。小无界真的好傻，这个唐三也很傻，可是他傻的却有些可爱。现在我必须先回趟学院，问下老师关于八蛛魂骨的事。小五，你一定也很想见见二龙老师吧？卖散了，卖散了。这个怎么卖呀？哎，这伞便宜又好用。来来来，来给我一个。放心挑，放心挑。什么？禁卫团号称天斗帝国皇室最核心的战士，是吗？居然被他这么轻易的就给打倒了。哇，动手啊！可恶，这个雪崩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。不想死就不要动手，交给我吧。不对，雪崩就算再横行霸道，怎么说也是个魂师，也该知道我的等级高得太多。这种情况下还执意向我出手，他就这么自信老怪物会帮他，还是他是故意？年纪轻轻就拥有领域和相当可观的魂力，就算是小怪物也不可能这么出色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老怪物，好久不见了。嗯，前辈，就是前面那个小子在前面捣乱。你是？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是谁吗？我，小怪物。老怪物，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。啊，误会一场。他是我朋友，这里你善后。老怪物，你的眼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差了？少来这套。虽然一切迹象都证明你是小怪物，可小怪物不长你这样。哎、废物，还不快给我收拾！哦哦哦哦！是是是。小怪物，原来你真的是怪物，你竟然有魂兽的血统。老怪物，我妈妈虽然是魂兽出身，但有我的时候她已经是人类，只是没想到命运如此相似。如果不是武魂殿，我们一家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此仇不共戴天。没想到小怪物竟背负了这么多，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找武魂殿报复？不是现在，等我力量积蓄足够的时候才会向武魂殿动手。老怪物，你怎么还跟雪崩这种人在一起？这种人值得你去保护吗？哎，小怪物，有些东西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，很多时候你要透过外表发现真正的本质。你知道雪崩为什么那么顽固吗？其实都是被雪清河逼的。你是说雪清河有问题？有本事和我再战一场！这是战书，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比试内容，看我如何迎战史莱克学院。精彩剧情、独家福利可以领取，我在赛场等着你。